粉红猪小美就是要 play， 跟着佩佩一起玩颜色。今天的主题是红色 red， 赶快帮樱桃姐姐找一找，有什么东西是红色的呢？车子，没错，红色的车子。那还有什么东西也是红色的呢？小木马也是红色的，大家记住了吗？粉红猪小妹就是要 play， 跟着佩佩一起玩颜色。今天的主题是黄色 yellow， 下面这些东西有黄色的吗？鸭子，黄色的鸭子。还有哪些也是黄色的呢？黄色的靴子，大家都好棒哦！粉红猪小妹就是要 play， 跟着佩佩一起玩颜色。今天的主题是蓝色 blue， 大家一起来找一找蓝色的东西吧。蓝色的雨伞和蓝色的船，蓝色 blue， 大家都学会了吗？粉红猪小妹就是要 play， 跟着佩佩一起玩颜色。今天的主题是绿色 green， 大家有发现绿色的东西吗？这有气球，还有乔治最喜欢的恐龙。绿色 green， 大家都记住了吗？粉红猪小妹每周六早上10点就在悠悠 TV